走狗正在前去支援他们。敌人想打我们机，敌人正在为他们的勇士提供灵能援助。是的，你们的力量在我体内流淌。我愿效命。我方部队发动了。别紧张，这只是暂时的。 建筑搭建完毕。我愿效命。进化完成了。双倍感染，双倍能量，怎么样？我们的部队 A 梦的崇拜者正在增强他们勇士的。 战士们，看来我的建筑需要更多的感染。亚历山大号再次起飞，进化完成了。 进化完成了。我们的部队已经交战了。混合体的灵能支援扭转了 A 梦一方的局势。这些叛徒身上充满了 A 元素生物，他们的灵能叫声正在干扰。我方进化完成攻击。进化完成。 在吸取援助部队的力量，蜕变完成了。亚历山大号已经准备就绪，只是临时供养一下你的建筑。我方，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真是令人讨厌的生物，逮到机会，我在混合体面前撑不了很久。 救命！进化完成了，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我跟你说，感染很厉害。沉默的巨兽已经准备。
发现敌情。 这些叛徒身上充满了A梦的力量，我们看看更多的感染会有何种效果。怎么又是这只元素生物？如果你……我方部队遭到攻击，亚历山大号发射准备完毕。 混合体大幅增强了他勇士的力量，所有元素生物都被铲除掉了，现在。 完成。一只末日巨兽已经准备破乱而出了。巢群遭到攻击，我们的部队。敌人正在为他们的勇士提供灵能援助。所以敌人想要攻击我们的基地。 亚历山大号发射准备完毕。交战了。亚历山大号，我很庆幸这拉德没机会看到他变成如今这个样。前方有叛乱分子重兵把守，若是想让我。 继续支援任务目标，这一胜利已经触手可及。别让你这些混合体拥有巨大的灵能力量，快催！部队遭到攻击，巢群遭到攻击。 我最喜欢的恐怖小说。